当中，大将级别的强者可谓是少之又少，不过准大将的强者倒是不少，真要发起飙来，大将都不一定能够打赢他们。马尔特，说起准大将实力，想必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原四皇白胡子海雷团的一番队队长马尔科了。顶上战争的时候，马尔科首次展现实力，一脚踢飞了以光速著称的黄猿，一战成名。马尔科是幻兽种不死鸟果实能力，拥有快速治愈恢复的能力，即便是身体打穿了，仅仅冒一个蓝焰就能恢复，这样无解的恢复能力，致使马尔科能够在战场到处游走，到处支援，到处骚扰其他大将。萨博，当然，跟大将打过的可不仅仅是马尔科，还有萨博这一个革命军参谋长，一样是强大的副手级别的角色。萨博在德雷斯罗萨篇章中就表现出了强大的体术和恶魔果实操控能力，他仅凭体术就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赢得了擂台赛，夺得了烧烧果实。在得到烧烧果实后，能力尚未完好的适应，萨博就对上了大将藤虎，也算是跟藤虎打了个五五开，平分秋色。麦哲伦，很多人都说麦哲伦可能就是大将级别的实力，毕竟麦哲伦可是一招就秒杀了四皇黑胡子海贼团，战绩极其彪悍。不过个人认为麦哲伦应该尚未达到大将实力，仅仅是准大将级别罢了。麦哲伦之所以能够秒杀黑胡子海贼团，只不过是仗着毒毒果实的能力，打了黑胡子等人一个措手不及而已。如果真有大将实力，可不会让的路飞搅的推进城满城风雨，顶多也就准大将实力罢了。贝克曼，贝克曼是四皇红发海贼团的副团长，是海贼王中数一数二的智囊型角色。虽然并没有见识过贝克曼的真正实力，但从顶上战争中贝克曼一枪威胁大将黄猿来看，估计也是拥有准大将的实力，能够让的黄猿吃瘪乖乖举手投降。贝克曼用枪指着黄猿还说道不许动，还被网友戏称贝克曼拥有不许动果实，恐怖如斯。白胡子二世，新任西武海白胡子二世威博尔号称拥有白胡子年轻时候的力量，仅凭一人之力就斩杀了白胡子海贼团16位团长，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怪物。白胡子二世可是拥有差点杀掉大将的彪悍战力，前任大将泽法遇上了白胡子二世，正是被泽法斩掉了一只手臂，甚至还差点被威布尔杀掉，所以听闻海军招威布尔为七武海，泽法才会一气之下脱离了海军。